鹿晗，欢迎两位。哎，怎么有人在霸占红毯？这个啊，走一下流程啊，超哥帮我们带一下流程。所以超哥今天是客串了我们的现场导演，超哥是不是？你不会签了两个名字吧？嗯。又签了一个，没事儿。好欧的，欢迎两位。怎么老是你啊？来拍照。我特别好奇啊，在刚才我们超哥带的是老婆啊、第二次来带的是搭档。好，欢迎两位来欢迎我们采访区，欢迎两位。怎么回事嘛？怎么又是你又来了超哥？嗯，为什么？嗯，来，鹿晗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走，我觉得我太紧张了，所以我就拉上超哥，刚才没让他走。是，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件衣服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又穿上了，又走了一下。那这件事情孙俪知道吗？她同意和孙俪一样的待遇吗？鹿晗？肯定会同意的，我觉得。同意，本来娘娘嘛，然后一块走了。对，对。我没有想到，已经是国际巨星的鹿晗走红毯还会紧张。鹿晗紧张啊？鹿晗走红毯紧张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主要就是我觉得因为平常不怎么穿皮鞋，我就是对，就今天穿了。对，那主要是怕摔着。对，得让超哥扶着是吧？鹿晗穿皮鞋害怕摔跤啊、哦、我感觉热搜词已经准备就绪了哈。跟我们来透露一下好不好？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？接下来就是准备我的那个新专辑，完了后续可能还会有要影视作品吧，完了最后当然还有我们的下一季的哈哈哈哈哈。对，好期待，五哈，好期待，已经安排上了啊。好，祝两位那个合作顺利，谢谢，再次谢谢超哥来到微博，欢迎两位。好，欢迎鹿晗啊，你的粉丝让我好好照顾你。